买房卖房，于军帮忙。大家好，我是于军。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团队的最新挂牌，位于白汉文东166 Government Drive， 一个车库，单车库，三个卧，三个位，地下室呢还有另外一个独立的房间，实际上呢是3+1，总共四个卧室。往前面走呢是 Freshco， 是一个 shopping center， 还有 Tim Horton 喝咖啡的。再往前走呢，都可以步行到公交汽车的中转站，所以说您在这里生活起来呢，一定会非常方便。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房子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就尽快的联系我们，我们一起看看吧。